哎，玉章，哟，姑娘，这么有缘分，没个月以前的，陪我们喝一杯呗。喝一杯。不好意思啊，就喝一杯。哎，哪儿去？哪儿去？哪儿去？不是，就喝一杯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来喝一杯吧，喝一杯。放开我！你们俩干什么呀？来喝一杯吧，喝一杯。放开我！别玩了，你们俩干什么呀？喝一杯吧，喝一杯。放开我！别玩了，喝一杯。喝一杯，别玩了，喝一杯。 别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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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峥，走，雨峥，我们回家。我凭什么跟你回家？刚才那两个孙子，我只是看不过眼，你以为我在替你解围啊？ 这儿没你事了，我忙着呢，回去了。走吧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怎么样了？啊？我应该怎么对你啊？我把他们两个赶走，你陪我玩吗？啊？呀，他怎么还哭了呀？哼，就这样的，还想跟我们小雷总玩感情，不被甩都新鲜了。 雷总，刚才找到你了，还有备胎呢。怎么说话呢你？你怎么跟这种人混在一起了？我跟谁混在一起？什么时候跟你有关系了？别管他们了。雷正，你混蛋！我就是一混蛋。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杜小苏。不过就是跟你一起玩玩，怎么？你不会真的爱上我了吧？醒醒吧，啊！走吧。哎，小苏。哎呀，走吗？滚！什么人啊？有病吧？你有病吧？ 老雷总，怎么样？你睡着吧。雨真呢？哎呦，老雷总，您别……我这是怎么了？起个床那么费劲啊？老雷总，您这是？ 今天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？老雷总，哎，你打个电话给雨峥问问啊，上午就叫去了，嗯，也该回来了。对，不就是到公安局问个话吗？对，也该问完了吧？你这是干嘛呀？赶紧打电话问他。我马上就到，我打了，老雷总。 你只是醒了呀，老雷总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老雷总醒了，老雷总醒了。不就摔了一下，不碍事。怎么叫不碍事？你让儿子担了多大的心？儿子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 啊，是爸爸没把你照顾好。爸，是我不好，是我没能照顾好你，是我不孝。玉珍啊，爸爸有件事放在心里几十年了，要告诉你。
爸，爸，这是怎么了，爸？醒醒啊，爸，醒醒啊，爸！要开始剃须了啊，不能动了啊，别动，小心。要不你试试。好啦，让棉花糖帮你刮啊。怎么样？他弄的就是比你痛苦。我都还没上手呢，你怎么知道？是我不好，是我没能照顾好你，是我不孝，没能少住一天。这些都不重要，只要你回来了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向前看，别低头。小雷总，节哀顺变，不要太难过了。起来，不许哭啊！我们雷家没有一摔倒就哭的人，我们雷家也没有认输的人。我不想做你的儿子，我没有你家的爸爸。我告诉你，我只要一天不出医院，你就乖乖的给我好好待着。哎，3月17日，晴，和婉华的第一次约会，电影票买错了，座位之间隔着一个人，他并没有因此而埋怨我，真是个可爱的同志。4月3日，多云，我向婉华求婚了，她的爸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但我一定会向他们证明，我们会相濡以沫，白头偕老。8月19日，雨，婚礼。婉华哭了，说这一切来得太不容易。12月1日，晴，我的孩子出生了。
我给他取名叫于真，一个小小的男子汉，从今往后我的生命完整了。11月6日，英心中憋屈，难道我跟婉华的结合真的是错误？为什么我们一直在争吵？难道我们真的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？12月1日，今天婉华又跟我吵，我失手打了她。我们之间的裂痕再也没有办法弥补了。1月25日，婉华真的离我而去。1月26日，今天我见到婉华，在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我握着她的手，是冰的。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今后的生活。怎么面对于真？2月6日，大雪，梦见婉华，她还是那么美，就好像从没有离开过我。